哎呦，我靠，还在吃东西耶，还啃纸耶，什么鬼？纸糊兵。靠，在吃房子，要求哦。然后瞄准这张贴纸敲下去，便敲到他的力量。敲你屁股！嗯。哎，有其他的战斗方式，不用每次那个回合制战斗。我们还收集他的尸体，他的尸块。哎，碎啦，可以闯空门了，漂亮！决定留下这间屋子逃命去了。100块私房钱，啊，这个开个门过土这么久。还有那个隐形穴，城堡的火炬，哦，可以补血。补血，噔噔噔！战斗研究所，我们现在还不能进去，进度还不够。哦，这是博物馆，像前面讲的，我们捡到模型会在这边摆设，水管雕塑。没有人。超级潜艇号，传说中的比奥船长。全白的画，艺术收藏。进不去。折纸奇诺比奥收藏。啊，全都进不去耶！音乐收藏，嗯，这个画可以，还可以。进入这个视角，可是什么都没有。那那个画，它有一些叙述，嗯，神秘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水管，被堵住了。哦，剧情还没到嘛，有可能。
打你屁股啊！哎，还有一小段无敌时间，不能连敲。 跳不过去啊！那怎么过去？我去枫叶家安了，暂时不在家。港口 ，Harbor， 哇，这里跳不过去。 腿太短，哇！哎，哈哈，把你打扁。 暂时应该是要有某些能力，好不？我们现在能力不足，还是菜鸡？隐藏砖？真假的？哎、欸、，So this guy。 来，露丝，这边也会有吗？然后没有。哦，地板不一样，我刚没注意看哎、欸，以后注意看一下。果然是马里奥的套路。那、啊、这边这个要怎么下去呢？跳不过去。 哦，这边啊，从旁边走，100块，这里也被堵住。 水池没有水，这是什么？开往关子舱的车厢没有回来。缆车，等等等。 咖啡店，哎，有钱没捡到，算了，1块钱。哎呀，快点跪！嗯。
所以比较麻烦的反而是排队这个。看一下。屁呀！我要怎么跳过去？他也没有助跑啊。门呢？那个门有门吗？但是锁住了，我刚没注意看。你说在对面那个门吗？还是要啊从门进去？但是要怎么上二楼？那就要找路上二楼。先去跑，啊，先跑这个好了，解锁一下，从水管，嗯，现在跑到这边来了。哦，这边是入口旁边。
澳门又有什么东西呢？哦，有个包厢。哦。是谁家？商店还没开。封起来的水管。我们传到哪里？嗯，哦，那可以互通啊，你就不用跑很远。OK。哎，我看见有个人被吃掉了。来了来了，来救你了，可怜啊。啊，门应该出不去，果然从窗户走。但这个读图真的好久、哦，都在久什么？啊！跌倒，曾经的。敌人，我们现在携手合作啊，其实也没有合作啊，都是我在救他们啊。原本要不要跟他讲个话？跟他讲个话好，再看一下这读图到底是要读多久。哦，刚刚这次没那么久，刚刚第一次很久，看到你的颜色才攻击你的吗？有可能。没错，我们一直都是工具人。哎呦，夭壽啊！那是看到鬼哦。是哪无？马上就要举办折纸祭典，其他都睡不着觉 ，QQ， 然后就不见了，可怜呢、欸。哎呦，是刚刚那一群吗？又躲起来了，笑死。牛排耶、欸、
哎呦，这还有隐藏的钱钱。下水道能通到城堡里面。OK。我们这样应该就搞定了。哇，打不开！没有专门的道具是打不开那个圆孔盖。红色黑猴手上。是你吗？又要再去找他一次了。是你吗？他不会这么八七的吧？他不会是要我们得先触发那边，他才会给我们吧？港口旁的红砖库，好吧，不是他。港口旁啊，我知道了，用传送的。棒棒棒！这个，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进去过吗？那就没有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在没有触发之前会找得到吗？可以让我们提前找到吗？哎呀，撕开！哦，不行，这还是有顺序的。
哦，这个东西，圆孔盖铁锹。哦，そうですか。再传回去。按摩摩，笑死，自闭，哎呦，看起来是什么博士之类的。博物馆馆长，对对对对，我们刚才已经偷偷去看过。哎呦，惊到！新的敌人，靠，我原本想说关灯他们就不会来打我了。好多只啊，很害。看来是我想的太美了。还是没办法避战啊。两次，我还是把灯打开好了。原本以为可以避战。
老鼠。我干。两次哦。哦。哎，但好像不是。哇哇哇哇哇！看，要怎么拍啊？哎呦，又按错，十的两次，十的两次。哦，对哈。我想到把它排成一直排的，其实不是，不用把它排成两个锤子就好了。哎呀，没按到防御。好，给固化。要求啊！一脸无奈。可怜啊。一样两次。还有棒极了。你靠，我还是不能用锤子的敌人呢。哎呦，没有防御到，哭啊。不知道怎么过去。纸做的不能泡水。所以嘞。
哦。喵气！哇，这么多喵气的吗？哎呦！然后，哎，没按到。哦，来来来，果然还是要靠我们的神之手。很奇怪，怎么玩呢？看，转到手都要扭到、哦。哦，把水放到这边来。水都退了，怎么回事？靠！当然是我们把水放出来啊！水都退了，攻塔消维，圆孔盖。哒啦哒哒哒哒哒，宝物发现率100%，搬搬搬。